今天呢，这期影片我会讲解一下2024年2月25号星期日的慕白 Bad Wars 高手杯的比赛详情事件。慕白狙手 GE 追害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慕白，欢迎大家在2月20号，就是今天，还有2月25号的下午一点之前就来报名啦。那么呢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会在2024年的2月25号下午4点在 YouTube 进行现场直播，那么呢就会在 Bad Wars 起床站进行比赛，那么人数限制是16个人，但是呢我考虑到啊，你们一听到澳币肯定会很兴奋，所以如果超过16人的话，其实 I don't care， 你们 都可以来参加， OK。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规则吧。那么第一个，不可以使用外挂还有连点器，同时禁止暗中跨队合作，如果被我查到的话直接踢出，直接取消比赛资格啊！最讨厌这种人了，真的是。第二个，比赛会禁止使用 key。 然后第三个，比赛开始前的15到15分钟会你就要在慕白的 Bad Wars 私人伺服器的大厅集合，开始后的10分钟会赛手准备时间，这个时间段之后，如果你选手你还是迟到的话，就会直接取消比赛资格。第四，该比赛会在2月20号到2月25号下午1点之前可以报名，比赛开始前3小时结束报名。第五，比赛开始前请立即取消装备 key，以免造成不公平情况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Hanna 了， Hanna 就是只有90血，然后其他人都是100血嘛，那就是不公平嘛，所以呢请要你帮忙取消 key。 第六，如果你报名了但是你不能参加比赛，那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慕白。那么报名的参选方式就会在2月20号到2月25号下午1点之前报名。在公布这个比赛详情影片之后的留言区，或者在慕白 Discord 群组就可以报名了，那么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好，我们先来说一下比赛方式吧。那么第一，选拔赛会以单人的方式进行选拔赛，如果大于8人的话就会进行2次或以上的选拔赛，每场的第一位还有第二位被淘汰的人就会出局，因为你那么早死肯定不行的嘛。第二场初赛就会以人数切棒的方式进行初赛，地图就以当时的情况做出改变，获胜一方呢就会直接晋级，但是如果是单人的话就按时情况就做出改变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第三，总决赛将再次以单人的方式进行总决赛，前四名会有奖金。好，那我们来到我们最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奖金会有多少呢？这次的奖金真的是哦，就是我的钱包要流眼泪了，真的是非常重啊。那么第一名1000RB， 第二名500RB，第三名200RB， 第四名100RB。 这次的方式跟以往的主播会不一样，因为我把第四名也会有奖金，与众不同对吧。那么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哦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这个比赛的一些重要细节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呢本次比赛结束之后会在就只会在 Roblox Pistol 内游戏给你奖金。那么首先你肯定要有创造通行证的资格嘛，所以你就分别需要创造120RB 500RB 1000RB 的通行证，你要提前创造这4个通行证，以便慕白就给你奖金。而你
如果是前四名之中的其中一名，但你没有创造通行证，那么很对不起，摸白就会将你名次的奖金拆分给其他名次的人，或者是做其他用途，可能给一些安慰金啊，说不定 I don't know， 所以就欢迎大家来参加啦。那么摸白诚心欢迎所有参赛者都可以来报名，中文使用者还有我的观众粉丝们都可以来报名，不限身份，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我们2024年2月25号星期一的下午4点再见吧。摸白举手举一最嗨，我们下期比赛直播再见，拜拜。